我这边开始了，可以，那我先开始吧，好吧？那个刚才大家听了那个调度啊，人很多啊，下面给大家换个口味，drum fly 啊，给大家做一个 drum fly 的介绍啊，以及 drum fly 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大版本的一些更新，还有呢，跟快手公司的刘泽坤同学一起讲一下 drum fly 在快手，对吧？AI 模型分发这一部分是如何做的啊？一个落地解决方案嘛。啊，我这边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戚文博啊，来自蚂蚁集团啊，同时也是Dreamfly 的 maintainer 啊。后面呢是刘泽坤啊，来自快手公司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Dreamfly 是什么啊？Dreamfly 是一个基于 P2P 的镜像加速以及文件分发系统。首先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Dreamfly 正式开源，当时其实已经被很多的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所使用。啊，在2018年的时候呢，Dreamfly 由阿里巴巴捐赠给了SenseF 作为一个 sandbox 项目。在2020年的时候呢，Dreamfly 呢成为了 SenseF 的一个 incubation 项目。啊，在2023年的时候啊，也就是上个月，我们也提了一个 graduation 的一个 proposal 啊。大家可以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那个 PR 在 SenseF 的TOC 的这个项目当中啊。当然呢，大家可以看到，在 SenseF 的 landscape 里面啊，主要有两个项目，一个是 graduation 的，一个是 incubation 的啊。graduation 呢是哈勃啊，就是说做一个镜像存储的一个镜像仓库的一个解决方案。当然现在呢，它更多是做一个制品的一个存储啊。第二部分呢就是 Dreamfly。当然呢，Dreamfly 之前是局限于镜像加速，其实现在呢，更多是也是会做一些文件分发以及 AI 场景下的一些数据分发的工作。当然呢，我们也得到一些公有云的支持啊，这些公有云的公司呢，也会把 Dreamfly 作为他们公有云的产品的一部分啊，去做一个使用啊。第二部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Dreamfly 的一个子项目叫 Nidus。Nidus 这个项目呢，主要做一个镜像的去重、压缩，并且呢，在镜像启动过程当中呢、运行过程当中呢，去做一个安区加载啊。当然呢，Nidus 它可以把端到端的一个启动时间呢，从分钟级别降低到秒级啊。同时呢，Nidus 也是由阿里云、蚂蚁以及字节跳动三家公司共同去研发的一款Dreamfly 的可能 P2P 的一个补充方案吧。讲了这么多啊，Dreamfly 也介绍，Nidus 也介绍，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Dreamfly 跟 Nidus 到底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给大家讲一下 Dreamfly 跟 Nidus 到底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好吧？就是说，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说，Dreamfly 跟 Nidus 它解决的就是你源站的一个带宽瓶颈的问题啊。假设你在一个1000个节点或者1万个节点的一个 K8S 集群当中。你每一个节点都需要去加载一个镜像，或者说下载一个文件，或者说你下载一个 AI 的模型，对吧？这时候呢，你就需要有1000次的并发下载文件，或者说10000次的。这时候呢，不论怎样，你的源站的存储其实它都很容易达到一个带宽的上限的，导致你整个下载流程的一个变慢，或者说你容器启动时间变慢。啊，这种情况呢，其实有3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把源站的带宽限制提高，当然呢，这种解决方案呢，其实不论在成本还是硬件上面，其实它都有限度的啊，它都有瓶颈的啊。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之前很多年都已经印证过了，对吧？就是说你一个中心化的存储方案，它是解决不了这种大规模的场景的啊。第二种解决方案呢，就是说我们用 P2P 的方式，利用节点的一个闲置带宽，从而呢去缓解你源站的一个带宽瓶颈，啊，当然呢，这是 Dreamfly 所做的事情。可能社区当中有一些同学会啊，本地起这么一个节点、两个节点，用 Dreamfly 去做个 P2P，可能它的效果还没有你直接回源快。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源站带宽远远没有打满的情况下，其实 P2P 它并没有一个加速效果。当你的规模够大的情况下，其实 P2P 啊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尽量少的加载资源，就是说我们在构建镜像或者说构建文件的时候，构建模型的时候，
我们把镜像或者文件去做一个去重，去做一个压缩，并且呢在加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去做一个安区加载，我们尽量加载它只需要使用的部分就可以了，这样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尽量少的加载文件的场景。这样呢其实就是 Nedus 所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 Dronefly 加 Nedus 其实用了第二种加第三种解决方案去解决一个、你的源站带宽瓶颈的一个问题。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Dronefly 最近的一些大版本的一些更新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最近半年做的啊，就是说我们把整个控制台啊，就是说一些这个可视化控制台做了一个大版本的一个更新啊，重写了啊。其中呢我们把整个集群的啊 P2P 集群的部署操作，还有说一些多集群的方案定义的更加清晰啊，让用户的体验更好一些啊，在做部署过程当中。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基于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调度方案啊，智能化调度方案呢我们主要基于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呢就节点之间去做一个探测 probe 啊，构建一个虚拟的网络拓扑结构啊。第二部分数据呢就是说我们基于一些节点之间的一些历史加载数据啊，通过 GNN 和 MLP 算法去构建一个构建两个模型去做一个 predict 啊，去相对来讲去选择它最优的一组副节点进行一个调度啊。当然了，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架构啊，就是说我们会把数据收集在 scheduler 内，然后呢会再用 Redis 去同步一些状态，同时呢我们新增了一个服务 trainer 啊，去做模型的一个训练，同时呢我们推理也使用了 Triton server 啊，去做一个推理。这部分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次分享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 AI 场景下我们是如何去做一个数据加速的。我们把 AI 场景的数据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就是数据集啊，第二类呢就是模型，比如说你们推理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模型，第三类呢就是框架，比如说你的 TensorFlow、 你的 PyTorch、 你的 Triton Server、 你的 Torch Serve、 你的 TensorFlow Serving。 比如说 Triton Server 对吧，你可能你在解压情况下可能它的镜像能有十个 G 这么大啊，这也是需要加速的啊。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外围数据，可能我们做推理和训练过程当中所需要依赖的一些外围的一些周边数据啊。这四份数据呢我们主要提供几种方案去做一个加速。第一个呢就是在训练阶段，在训练阶段呢我们主要提供的方案是弗洛伊德再加 JuiceFS 再加 Dronefly 的一个整体方案啊。弗洛伊德呢大家也知道，之前今天可能也有很多分享关于弗洛伊德的，就是说他会做一个数据编排，同时呢它的 runtime 呢是基于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由 JuiceFS。 大家可能对 Juice 比较了解的同学呢可能知道 Juice 它真正在对象存储所要加载的是每一个 trunk 啊。当然呢 Juice 这种情况呢其实小规模是可以的啊，当你大规模的情况下它就会相对来讲把你的存储啊很容易就会打满，而且你的 QPS 会很高啊，因为它会分为一个个小的 trunk。这部分呢我们会跟 Juice 社区做一个集成，也就是说把 Dronefly 放到 Juice 当中，让 Juice 的 Trunk 的一个流量走一个 P2P 的分发，这样呢就会有效的缓解你的源站的一个带宽，好吧。就是我们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数据加速一个解决方案。这部分在社区当中后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文档。第二部分就是推理，是我认为 Dronefly就是在 AI 场景下用处最大的一个场景。可能大家在对于 AI 推理或者说训练过程当中听到了很多方案，分布式文件系统方案又是其他一些方案，但是我认为在 AI 推理过程当中 P2P 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为什么呢？首先 AI 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呢就是 AI 推理过程当中具有并发性的，就我不需要只起一个推理服务，我可以起1000，我必须要起1000个或者2000个我去做一个线上的 serving， 对吧。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 AI 的模型足够大， AI 的模型可能从几百兆啊到几个 G 再到几百个 G 都有可能，对吧。这种情况呢其实用 P2P 的方案是最好的方案，比如说我可以，因为你同时1000个推理节点同时去加载大文件情况下，
你的原站带宽不管怎样都是要被打满的。这种情况你自然而然你下载时间会很长的。我们内部比如说一些大模型场景，对吧，一开始呢在没有 P2P 的方案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加载整体启动1000个服务的时候，它可能需要2个小时3个小时，对吧，它用 P2P 之后可能10分钟就可以所有的容器都启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 Dragonfly 能做到最好的情况，我让整个集群当中只有一个节点进行回源，这样呢我就会让源站加载回源加载尽量快，这时候呢它加载过程当中它的 piece 也可以在整个 P2P 集群当中进行内网的一个加载，这时候呢就会大大提高它的整体启动速度啊。当然呢这是 AI 推理阶段我们推荐的第一个方案，就是说直接用 P2P 的方式，而且 Dragonfly 跟社区的推理服务框架也有很好的集成方式，并且是一些 无侵入性的一些集成，所以说呢可以直接使用 Dragonfly 去做一个 P2P 的一个模型分发。第二种方案呢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个方案，模型文件系统方案，也就是说用 Netus 去把你的模型文件构建成 Netus 的一个 RAFS 格式的一个文件系统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去重跟压缩的能力，同时呢在加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按需的去加载对应 Netus 的一个 trunk 啊，这时候呢会经过 Dragonfly 去做一个分发，一个 P2P 分发。当然这种方案它的缺点就在于说它可能相对来讲集成比较麻烦一些。第三种方案就是模型镜像文件模型镜像的一个方案，也是后面快手公司落地的一个方案。这种方案呢其实跟模型文件系统方案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用 Netus 去转换成 Netus 一个格式的镜像，只不过它的载体是 OCI-V1 格式的一个镜像格式啊。我们主要是把模型跟推理服务框架打在同一个镜像当中，转换成 Netus 一个格式镜像，在加载过程当中呢通过Netus 去分 trunk 做一个按需加载。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内部使用其实也很多啊，大部分其实都是用作就是说部门之间交接比较简单一些，因为大家知道训练的部门可能跟推理的部门是两个部门，完全两个部门，对吧，这时候呢我用一个镜像版本的方式进行一个交付的话，其实是做到沟通成本是最低的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内部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模型镜像的方案啊。当然了 Dragonfly 跟 Netus 本身就是SenseF 的一个 incubating 项目啊，也是开源项目啊，我们最重要的是跟 AI 的推理社区去做一个结合，比如说现阶段推理服务框架用的最多的第一个 TensorFlow Serving 啊，第二个 Trend Server， 第三个 Torch Serve。当然呢还有现在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比较多 Hugging Face Hub 啊，它也有 SDK 去 Hugging Face 去做一个加载啊。我们认为 Hugging Face Hub 就是未来的容器镜像的一个 Docker Hub， 比如说我们把 Hugging Face Hub 的 SDK 做一个集成之后呢，其实未来 Dragonfly 在 AI 推理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有它自己的一个位置的啊。当然上述三个推理服务框架其实 Dragonfly 都做了一定的集成，我拿 Torch Server 做举一个例子，我们在Dragonfly OSI Group 里面会开源一个项目是 Dragonfly Endpoint， 这个呢就是 Torch Server 的一个 plugin 啊，它提供一个 plugin， 它会把所有的模型加载的流量啊转发到 Dragonfly 的一个 P2P 网络当中去做一个加速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Torch Server 的一个方案吧。最后一部分就是框架以及外围数据。这两部分呢其实就是可以用标准的一个 Dragonfly 加 Netus 的一个镜像加速的一个解决方案啊，因为它都打在镜像内的嘛啊就可以了。我这边呢基本上分享结束了，这边后面由刘泽坤同学讲一下Dragonfly 具体在快手公司是如何进行一个落地的，在模型分发这里。好，谢谢。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快手容器云的刘泽坤。刚刚青文博和大家介绍了一下 Dragonfly 相关的项目以及 Dragonfly 在 AI 文件分发的一个一些新的特性，接下来由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Dragonfly 在快手的一个落地，特别是在 AI 模型分发上的一个实践的分享。首先我和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快手 AI 平台。那快手的 AI 平台作为公司内部一个统一的一个机器学习的平台，它的底座是以 K8S 为底座，
会支撑公司多种 AI 业务类型的一些场景，包括模型的一些训练模型的上线模型市场以及在线推理等方面的一些工作。整个平台的系统的职责的话，向上它会接收各个业务场景下的一些AI 训练任务，比如说来自流水线上的任务定时任务、数据处理以及模型训练等。向上的话去会屏蔽底层的一些资源信息，特别是存储网络算力等，对这一些 AI 任务的生命周期做一个统一的管理。那整个这个系统里边比较关键的就是模型相关模型的市场以及模型的管理，是我们这部分要和大家介绍的一个重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也和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快手的进项分发的一个系统。那快手的进项仓库它作为公司内部一个统一的进项管理平台，支撑着公司所有容器进项的一个存储和管理，底层的话是基于 Hub 去做的一个实现。那像在快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业务场景下，国内和海外对应的一些局点分别都建设有对应的一个 NGS Catch 去加速对应区域的一个进项拉取。那对于整个快手公司而言，那公司整体的一个平均进项大小的话其实有 3.5G，其中 AI 类的这种进项平均已经有30多个G 以上，40多G 以上的大进项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要落实AI 模型进项的一个分发，其实会面临的几个非常关键的一些痛点。那最为关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咱们公司AI 的一个进项体积大小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庞大的，有30多个G 以上。那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咱们业务的一个实力启动在进项拉取阶段就会非常的耗时，10分钟甚至20-30分钟都是非常有可能的。第二个方面的话是咱们的训练任务一旦集中启动的时候，有些时候是100并发甚至更高的一个并发的时候我们的进项仓库的出口流量带宽就会打满导致的后果其实这方面就已经非常严重了。一旦哈勃出口流量带宽打满，然后整个公司其他的业务服务的发布，特别是在线业务的发布，其实就没法正常进行了导致的后果直接就是一个故障级的一个大型的故障。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这种AI 模型大进项的拉取的时候，它会产生这种单机的损失或者说持续的高 IO 那带来的影响就是单机上面正在运行的业务的稳定性可能就会带来一个影响和干扰，特别是我们核心链路上面的组件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典型的大家可能会遇到高 IO 的时候我们的 Kubernetes 可能会由于PLEG Not Ready 最终驱逐单机上面的一个实力，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针对这一些难点或者说我们遇到的一些痛点，我们在 AI 模型进项分发上面也经历了几个关键的一些历程，比如说进项解压缩算法方面的一些优化，然后也引入了P2P Dragonfly 去做进项分发的一个 P2P 的实现，也包括Dragonfly 下的一个子项目 Nadis 去做我们模型进项分发的一个难加载整体是去对齐我们业界的一些领先的进项分发的一些领先手段我们在对相关技术的选型的时候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多充分的调研，然后综合评比下来我们最终是拥抱了 Dragonfly 以及 Nadis。 那主要是基于几个下面的一个原因。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 Dragonfly 它的生态是活跃的，我们评估下来是它是一个非常开放也是良好的一个有良好的一个开源社区，而且生态是非常健康的，有非常多的厂商在参与其中，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高校的学生们也在参与，所以我们认为它的生态非常良好。第二个方面的话整个项目在我们内部去落地下来的话是安全稳定的，我们引入这样的一个项目到容器云平台之后，它不会对我们现有的系统去产生侵入式的一些干扰
部署上去，整个运行是非常稳定，然后也不会占用特别多额外的一些资源。第三个方面的话，整个项目维护起来非常的简单，因为它本身就是云原生能够支持容器化的一些部署，维护成本是非常低的。我们一次性把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后续的维护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去维护。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整套项目它确确实实能解决我们的核心的问题，特别是我们AI 模型镜像分发引入进来之后这一些痛点能够得到彻底的一个根治。那关于快手 AI 模型镜像分发，我们为什么选择了模型镜像这种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考虑。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它的投入成本是非常低的。我们选用 Dragonfly 这套项目，它无需投入额外的人力去负责模型管理系统的一个开发与维护，也无需投入额外的资源，因为容器云我们本身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镜像管理分发能力了然后引入这一个方式的话，可以非常低成本的就完成我们内部AI 模型市场以及模型分发等管理上面的一些需求。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交付便利，因为镜像仓库对于我们来说是公司级的一个服务，通过这种镜像模型产品的方式去做发布，非常适合我们公司内部去做跨团队的这种交付以及模型的一个共享。特别是对于快手而言，大部分业务其实都已经完成了容器化。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数据方面的一个共享，得益于容器镜像层的这些复用以及镜像数据的创客级力度的一些去重压缩等这一些机制我们可以节省模型加载流量以及后端数据的一个存储压力。所以综合这些方面，我们最终是选取了模型镜像分发来作为我们 AI 文件的模型的一个分发技术。上面介绍了这么多，最后和大家也分享一下 Dragonfly 具体咱们在快手落地的时候会面临着哪些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其实就是稳定性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涉及到管控的一个稳定性，因为快手的容器云也是竟有几十万的这种大规模的主机整个平台上面每时每刻可以说都有非常多的一些重要的业务在做发布，比如说我们的电商的大促辛巴等这样子的一些大促直播活动，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大明星的见面会等等，都有快速扩缩容的这种需求。那咱们的镜像接入 Dragonfly 之后，可以说整个公司的这种业务发布就完全压把在 Dragonfly 之上了。那对于管控面的稳定性的要求其实就是极为重要的。那对此我们采取的部署架构方式的话，就是采取这种多 AZ 部署的架构， AZ 之间它是可以互为灾备的，一旦管控面上面某个局部出了对应的问题，我们马上可以自动的去调度，自动的摘流，包括能够快速的止损去应对。那对于单机上的稳定性其实也是要求非常高的。那在我们单机维度的一个时间中我们也会结合自己公司内部 agent 的一个部署的规范，然后我们的工程师也做了充分的一些评估认为 P2P 这种镜像拉锯其实它自身也是一个重 CPU 重内存资源消耗的一个服务，那对于单机上正在运行的这一些业务即可能带来一些稳定性的一些干扰。那我们的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像这些 Dev Dimmer Dev Get 这些 agent 在集群中部署是通过 Dimmer Set 这种容器化去部署的做好对应这些 agent CPU 以及内存资源的一个隔离和限制，避免对我们的在线业务带来一些影响。同时我们的容器引擎在做镜像拉取的策略的时候，也补充了对应的一个降级的策略，因为容器化部署的这些 agent 就有可能在单机上也是会有实力的驱逐或者 OM 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即便这些 agent 出问题，我们也要在管控在这些组件异常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镜像拉取能够回源到我们的 Hub， 这个是作为我们后面的最后一道保证。关于镜像构建以及在业务的具体的使用方面来说，因为刚刚也提到咱们快手容器云的规模其实是非常庞大的，那在特别是引入 NADIS 这种镜像方案的时候，我们必须去考虑这种平滑的切换能够平稳的去过渡。因此我们面临的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没法直接一下子全量就推进这种单机上 NADIS 组件的一个部署，另外我们的服务实在非常多，没法要求我们的业务全部都直接改用 NADIS 这种镜像格式。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些应对策略。一个方面的话是在流水线的这种镜像构建方式上面，我们是多版本去构建的，也就是说同一个 Docker file 我们会发布两个不同格式的镜像版本，一个是普通传统的 OCR 镜像，第二个的话就是 NADIS 镜像的版本，然后push 到我们的镜像仓库之中。然后到了单机上的话，我们的实力调度到了单机，然后在 Kubernetes 与容器引擎之间，我们会对对应的实力创建请求做一个劫持，会根据对应的一个判断。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业务开启了 NADIS 镜像这种格式，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仓库中有对应的产品 NADIS 版本NADIS 版本的产品。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单机侧对应的组件是已经支持 NADIS 这种镜像格式的时候，在这个条件下面我们会去拉取 NADIS 镜像的版本做对应实例的一个创建。如果说以上三个条件任一个条件满足不了，那我们只能回到最开始的这种方式，就是传统的 OCR 镜像去拉取对应的镜像版本做实例的一个创建以达到这种能够平稳的过渡，能够平滑的让公司的业务切换到这种非常好的先进的这种方案上面来。最后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Dragonfly 在快手落地之后我们取得的一些效果。第一个的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仓库出口网络带宽平均压力基本上是已经节省到了70%，平均峰值的这种压力是节省了80%左右那曾经我们 Hub 仓库这里经常出故障经常出问题，这一个问题已经通过这一套方案已经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根治，没有再出现过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镜像拉取耗时已经节省了90%，然后我们的 Pod 实力启动耗时也是节省了50%。最后我的分享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对 Dragonfly 以及 NADIS 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屏幕上面的一些二维码，然后和社区的同事们一起做更深度的交流谢谢大家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疑问或者问题可以一并提出来。我来回答吧。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Dragonfly 的 PDP 这个机制的话首先我想就是先就是说它是不是基于 IPFS 来实现？不是的自己做一套 PDP, 自研的一套。对，是的。那这套方式的话一个就是说它能不能指定节点，就是它这个不一定比如说都在一个内网当中或者不在一个机构里面，如果它是跨机构甚至跨云的，我能不能指定这几个节点在这个几个节点当中做加速可以的。因为 Dragonfly 本身它就有一套多集群方案比如说我可以只指定就是说我一个小范围的一个 P2P 然后只调度在小范围当中嘛，是有的是可以的。那如果这个小范围当中它的网速是不均衡的，就有的就是连接很通畅就这个当中它会自动调度的是吧？对，是的，我们调度会考虑到每个节点它的带宽它的负载都会去做一个最优的调度。对，那需要一个中心的控制面吗？还是说对它的控制面是个中心的，是个中心的。因为 P2P 就是说大家应该知道 BT 协议嘛BT 协议它相当于最早的方案呢是基于 Tracker 的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调度方案但是 BT 协议呢它是面向公网的，所以说它的节点是不可控的，它可能是海量的，就是说你个中心化的一个调度器的话其实它扛不住的。
所以说它基于一个 DHT 和DHT 的方案，一个分布式的哈基表的方案去做一个寻址的。但是呢 Dronefly 因为它做的是一个内网的 P2P， 比如说我们的节点数量是可控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基于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调度方案，这样是可以的。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增量数据的话，就它会只传播增量吗？这个没有的，没有 P2P 的话就是说你的数据不能改变，因为你在节点当中是你不知道它传到哪里的，以镜像为单位的。对，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啊。客气。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LADAS 里面跨镜像驱虫的那个能力，现在在社区里面好像看到那个 PR， 然后应该有一年多左右了，还没有合进去，不知道现在那个进度怎么样。那 LADAS 驱虫其实已经有了呀。是有的，但是那个驱虫的话能力的话就是很一般，或者就是跨镜像，就是一个镜像里面有重复的 OK 可以去掉。我知道了，但是跨镜像。我知道你意思，跨镜像的一个驱虫方案。对，就是 CS， 对，就是社区里面 CS，那个，这部分应该还需要做一下，因为单镜像比较好做。对，如果跨镜像你就需要一个中心化的一个服务了。对，跨镜像或者中心化的服务，或者在本地节点里面有一个本地节点 choke 寻址嘛。对，是的，就是那个上面的 CS。 对，其实我们内部是有这套的，但是对，但是就是没往社区里面推可能。对对 对，是的。这个我回去可以催一下他们。但是有没有 roadmap， 或者说什么时候会推进去，或者说是有没有具体的，这个可以在 NADAS 那个群里问一下，可以问一下他们。okay， 因为 NADAS 的话他们是另一个团队，我是 Dronefly 这边。okay， 我主要去做 P2P 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快手公司，就是你们在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是 你们用的社区版本，还是说是用到蚂蚁直接给你们提供的他们本地的版本？我们目前是用到社区的版本。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跨镜像驱虫的问题？是的，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然后我们也是和那个蚂蚁那个他们做深度的一些合作，想把这些事情做到，就是结合实际公司的一些业务场景，能够把它做得更好。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回去推一下好吧，让他们尽快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提了很长时间了。对，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中心化的一个驱虫的一个方案嘛。中心化的驱虫的一个方案，或者说是直接在节点上面，本地节点的话会有一个 choke 表。对，然后直接查这个表，有重复的就不再下就 OK 了。对，是的，是的，是的。Okay，这个我回去可以推一下的嘛，好吧？好，谢谢。这个问题我带回去。好，谢谢。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这个 P2P 技术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 NAT 内网穿透一些技术在里面。这个应该没有的，因为内网的话我们认为都是透明的，就是 IP 之间都可以访问的。 OK， 我们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是假设就是它整张大网都是网络能互相通，然后做一个分发。 对，是的，是的。 OK， 因为我以前有去研究过一些 P2P 技术，比如说刚这位他提到 IPFS， 他底层可能会用到 lib P2P 这个库，然后他可能就会涉及到这种内网穿透，然后这种类似于 VPN 一样的技术来做。对，咱们这边其实上就假设它底层网络已经是通的了。是的。明白。这种一般是面向公网，他会去搞一些内网穿透这些东西。OK， 好，那我明白。好，谢谢，谢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一个节点就是会可能会拉多少很多镜像，它会把我的整个这个主机就是 node 节点的带宽打满。如果说我不这样的话会影响业务，如果说我不想影响业务，我想限制它的 P2P 的拉取速度，现在支持吗？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案吗？限制它的 P2P 拉取速度，我们都提供了，我们客户端它提供了上传的一个限速，也提供了一个下载的限速，都有的。现在已经支持了。都支持的，支持。就官方文档配置应该有的，只不过可能没强调一下，是吧？谢谢。对，就单节点的上传下载速度有一个限速，而且我们单任务的限速都已经有了，就是说你可能同时上传或者下载多个任务，我们把整体有个限速，然后单任务也有限速的。都支持的。
可以的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线下交流也可以的。啊，对，我们Dragonfly社区的话，其实也希望更多的公司来参与进来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认为 AI 场景下，其实确实 P2P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你不论说你如何去做文件系统的一些优化，或者说你做文件系统相关一些东西，都没有一个 P2P 我感觉解决的，就可能它解决是1%的问题，但 P2P 可能就解决到90%的问题，对吧？行，那我就这次分享结束了。好，谢谢大家。